嗨，许 PD， 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的拍摄又在你附近，好久不见你，小姨子。上次陪我吃火锅的话，还算数吗？啊，可以，不过……乖乖，我来接。巧啊，宋总，你也是来约小姨子吃饭的？那个，要不我就……你先哥，出去吃饭吗？小姨子，现在要请你吃饭的人有三个了，决定好了吗？我今天和苏总还有事儿，许明泽，下次请你吃饭。陈燕，下午给你带奶茶喝，我们就先走了，拜拜。跑什么？哎呀，太尴尬了，我需要吃点东西缓解我的尴尬。尝这个。
咖啡很不错的。过冬。Thank you.
顾老师。Thank you.
我也不要。玲玲啊，我先回去了，你要认真工作啊。Thank you.
你在公司就跟我一直抢资源，就因为我。